你的眼睛好酷啊，还是爱心的。胖妞，你戴上这个眼镜像极了那个什么猪猪侠里面的超人强。小黑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个呀就是超人强同款爱心眼镜。哇，你是他买的呀？我也要去买，我要变成超人强。是啊，我去买一个。哎呀，爱心眼镜还用买吗？自己折就行了，只需要3张纸哦。哇，胖妞，那你快教我们吧。对对对，好，咱们拿出纸，折爱心的2张纸颜色要一样。好，好，第一步把纸折成十字形。然后把纸打开，一边向上折，把纸反过来折成2个3角形。好，懂了。胖妞，折好之后呢？折好之后咱们把纸反过去，把三角形给它折上来。呀呼，然后继续把纸反过来，把两边的小角给它折出来。哦，往上折。然后呀，把旁边的角也要折上去，这边的角一样折上去，然后小角折上去，这边的纸往里折，反面也一样。哦，这样呀，简单。一步把多余的角啊给它折进去，这样一个完整的爱心就完成啦。哇，这个爱心好好看呀。啊，对呀。同样的方法再折一个。好，好了，胖妞，我这个爱心啊折好了。折好了，胖妞，这也不像眼镜呀。现在当然不像，还没有折眼镜框呢。用长方形的纸折眼镜框。好，先把纸对折一下，折，然后打开，继续从中间对折。好，我是超人强1号胖妞，我是超人强2号大仙，我是超人强3号小黑。小黑，你的爱心眼镜戴反了。小黑。